走了，我们得吃饭去，找好饭店，我们请客。哎呀，是哪个好饭店？上啥好饭店？希尔顿来喜来登了。这地方猴哥真不知道，不懂就瞎蒙吧，到哪儿看瞅人多，确实是可以，我就去了。这块吧，你还真不用担心。你上啥大饭店吃，不会说吃猫样。有餐馆挺有名的，周润发都去过，叫什么来着？叫沙田，叫什么？ 我们去过，在唐人街呢，那就不一能走那么远，去吧，走吧，溜溜吧。这离那个伊藤桑德大商场也近。那走走走，去溜溜。那得吃的东西。你还背包啊？背着包。看啥好，你买点回来。这猴哥的行军，走，吃饭了，回来。又全都是学生。电梯里头，哎，不少中国小孩。下错了楼层了。 猴哥要走楼梯，电梯里全是孩子。哎呀，这些学生，上楼。来来来，反正。哎呦我上。领这个地方，吓不吓人嘛？刚拍对恐怖片了。啊？这走没事儿。这是人家厨房。厨房走着。你说哪都敢出溜。 哪都敢走，真是厨房呗，酒店大的厨房，你看，终于来到大厅了，这家伙搁里边转呢。说的那时候地下坐的这些孩子，以为在这住的呢。我说这加拿大才不让人住这大堂里呢，都是住房间里。这地方可了不得，这对人身安全老注意了。 只要一个孩子出事儿，这学校就耽误起责任了。太多是孩子，这么多学生。他是酒店正门是吧？哇，看这人，现在登记的人更多。哦。你说你，啊，你不能那么走，那么走问家里头。 哇！我的天，还这么些人，有点劲大。那是游客街，那可真不小。哎呦，这车停的，这车停的可技术哈。我哥又看上热闹，看那大车咋拐，往后倒呢，后边有车还倒，哎呀呀！ 后边有车还倒呢，咔嚓，撞上了，哎，撞上了，哇，撞上了，这回这人啊，你说你他妈严重撞上，那后面那些傻逼不动，还拿着撞，听着，我那功夫正好停了，录像，咔嚓一声停，你瞅瞅。 这看冰球的这是吧？啊！好坏，孩子跳掉了。猴哥就看热闹，走走。这是酒店大门。哎呀，这看热闹了，你别瞎说，没咋地儿，那是同胞的车。你说没咋地儿，那女的你看咋瞅你的？ 不能瞎说话，啊！瞎走了就是。这大街我都开车走过。啊？这大街我都开车走过。走过，那肯定是。哇，这个大麻味儿你闻没闻着？咱往西走可以上唐人街。现在是严困往西走，女王街现在是。那啥，要进来了。啊？ 买大麻的，走吧，这个味儿啊！你家这不正好？可大了，你就在屋里，我说走吧，那个味儿呛的，那有点那个呢。接车，二哈，一个车撞房子里了。
到山东吃那瓦沙饼那餐去吧，那叫什么咱给两卖的，你看。哎呦，我这不吃那个什么玩意儿？这永兴伊朗的那个，你看中国人伊朗批发的。要有一个猴哥那个餐馆，车上写字儿，抓猴哥不是那原因。你看中国很多人这么做的，看做广告。加拿大多伦多是允许车上写中国的，不管写哪个国字，都可以看。永兴批发。现在到多伦多的唐人街，这边全是中国人店铺，有小沙田。很有名，我们几年前就吃过一次，今天还是在那看看啊。好，你好，酒吧。这文化中心，唐人街的标志性的一个地方，还有旅游的华人的，华人开的店铺啥的。猴哥后面这都是华人开店铺，看着吗？中国的三不管管理摆摊儿，价值是这样的，东西贵些什么都有。真太狠，都是华人开的。这是脸是这么卖的，中国人挺大的，这商场平欧亮百货中心。不少都是华人啊，买菜超市米柚包子彩纸呢，看着闪龙灯的哈，那块一个龙翔酒楼，快走吧，冷，这人多多、啊、这唐人街，我现在在这路口是斯普丹纳和这横道叫啥啊，邓达斯，这可真走够远的，到了前面这就是了。哎呦呦啊，本位呀，你瞅着多少人呢？哎呦，咱们在这吃，不在吃了，在咱们摊儿走吧。狗吃的走这老远，真是有点不合算了哈。走多老远，溜达吧。这唐人街，多伦多的唐人街，老唐人街了。那区叫华人区，这地方是唐人街，早期来的华人，广东、福建的，大多都在这边。来吃肠粉来吧。坐这儿，哎，点个啥玩意儿吗？两杯热茶吧。来个猪爪，哎，来肠粉。咱们接着送外卖，肯定不挣钱。我能讲，这是鲜鸭鲜肉的哈。肠粉，这叫肠粉。哎，这肠粉好吃，嗯，这地方比吃家宝便宜，价格低多了。鲤鱼片肠粉，夹个起的，好吃。好吃。点不少，给你叉烧包、凤爪。哎，不着老外来吃饭的，吃吧。吃完饭出来，不走回头路，沿着邓达斯街一直往东走。铁的这是。
这一条路好多家中国餐馆，因为我手机快没电了，所以用猴哥那手机录的。录完之后我又没转到这什么地方，没去了。这猴哥这个一个小胡同里头穿过来了，这是唐人区后边街道，这都是，看这车库。这是哪条街呢？这也是个老建筑了。转回到这个大路上了，灯打死这条街。我们现在一直还是往东走，找到背街，然后就找到那喜来登酒店了。这20块钱，价钱25。催减，连起再催再减是40块钱。警察局都写中文字儿。日本。这是个什么地方？这个建筑是老建筑，然后上边呢建的新楼。车站哈。博物馆那是啥呀？啊，那几个外国人让你给照相啊？一帮黑人光头的，劳斯莱斯这个，嗯，你也行，好车，上去吧，冷啊。回来，你先走吧，我搁这转。嗯，哎呀，这帮学生都没了。都上楼了，这不消停了，酒店里也暖和了。八呢？哎，下午那阵这里全是学生。走吧，上楼休息了。哎，哎呀，享受吧。回到酒店了，享受吧。一两千块钱一晚上，能不享受吗？好享受了，早点回睡觉。灯火通明啊，大楼里头你看都下班了还都亮着灯了，都点着灯了，这回可看着高楼了。就在多伦多啊，就在咱城市多伦多，这可能就跟前儿冰球馆。你打起来打起来，跟着打仗，我们乐的，最爱看打仗哈。别看打这，任何游戏都包括这耍赖呀。